好，大家晚上好，好吧，我们站立起来，我们先早点做会前祷告，我们就请大家能够到前面来。我今天我们会做了特别的一个改变，我们鼓励每一位呢到前面来，因为我们有点人数的，你站到后面坐后面，我们无法点人数，就到前面我们才点人数。但是如果真的不能走动啊，不用紧，你们坐到那边，能够走动，可以走动的，想走动的，请到前面来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预备时间祷告哈，我们要更多时间来做预备，对，所以可以的话，我们呢坐到前面来祷告，所以。让我们走出那第信心的一步。好，今天晚上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到二节，我们看这段经文啊，这是保罗呢鼓励这个年轻的这个传道人怎样子呢刚强起来。我们请念这段经文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到二节，感谢神啊。还有谁能够走了吗？走进来好不好？能够进来，来前面，来前面的啊。啊，可以的话来前面啊，年轻人呢应该来前面呐、啊。你不是老人家，除非你是年长的无法走动的啊，你可不要勉强。但是如果可以走动的话，尽量到前面来啊，养成了这个会前祷告的习惯。来，我们读个经文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到二节说：“我啊，你要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”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教导那忠心人，教导别人的人。好，我们看今天两个重点关乎这个事情啊、哦。第一呢，这个月是我们的门徒训练月，门训月。每个人说门训月，门训月，目的是要把这个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知识、经验呢、技巧能够传递下去，更多人做耶稣的门徒。第一呢，我们说忠心教导人。忠心教导人，对每一个人，你要忠心，你要知道神给你的托付，你就忠心把神的恩典呢传下去，把在恩典上刚强起来，去教导人认识神，一起都认识神，认识神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二件事情，不但忠心教导人，我们要有个门徒训练的提拔人，一起说提拔人，提拔人。这不但我们要做，我看到很多人要做。今晚上我们特别要围着我那些要想侍奉的，今天是个教会的侍奉的总动员，让更多弟兄姊妹能够参与服事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更多被提拔起来的，预备心来服事上帝。所以把我们所领受的一切经历、教导和神的给我们的这恩惠呢，分享出去哈。好，我们唱一首诗歌，我们就来一起来祷告，阿门。感谢主耶稣。哈利路亚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微背心感谢主。哈利路亚，让我坦然无惧来到神座前，用心灵诚实寻求你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何等地需要你，需要更多与你同。在我生命，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，用心灵诚实寻求你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弟兄姐妹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何等的需要你，需要更多与你同在，在我生命。所有人进来祷告，弟兄姐妹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亲爱的天父。
我们将做个特别事情，我们要呼喊主啊，三次，数到三的时候，我们呼喊主啊，三次，我要用心用力来敬拜，来祷告上帝。我们为这两件事情祷告，我们生命因为在祷告当中，你会经历改变。阿门吗？我说三次，我们呼喊主啊，三次，阿门。来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。请问是我们同心合一祷告，在人民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因为在耶稣里面我们必能刚强起来，在耶稣恩典上刚强起来。我们教导弟兄姐妹认识神，因为有认识神，我们生命才会被改变。奉耶稣名，我们宣告一切黑暗都要离开我们，在耶稣里面我们宣告弟兄姐妹心境要不断提升，爱心被激励。奉耶稣名，我们都做耶稣的门徒。今晚上我们期待，我们祷告，让每一个人都做耶稣的门徒，来紧紧跟随耶稣。主啊，提拔我们提拔人起来，来成就你的工作，不再是一个人做，而是一起团队来服侍你，让你的名字得着荣耀，因为你配那份赞美。一切荣耀终归全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下次有次会前祷告呢，请大家都到前面来，我们一起祷告，相信上帝应着你的具体祷告呢做奇妙工作。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呢，我们祷告是7:20，我们会慢慢加时间，以后7:15，让我们主动到前面来，我们一起祷告，神就应着你的祷告呢，预备教会进入一个新的一个突破。阿们。那我们一起念这个呢使徒行经做开始的这个机会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的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再把掌声归耶稣。我们回到我们的座位，我要每个弟兄姐妹要尽心尽心尽意来敬拜我们的神。阿们吗？感谢主。所以今晚上我们期待呢必有美好的事情发生。我们把事情交给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座位的时候，弟兄姐好不好，给你跟你左边前面后面右
的弟兄姐妹说，今天晚上神的恩典要多而又多的临到你的身上。 Amen。 神的恩典要多而又多的临到你的身上，临到他所爱的教会。
上一切更有能力。我付出的世界，我要记耶稣的名。尊崇，主啊，有谁不敬畏你呢？有谁不荣耀归给你呢？主啊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你是万主之主，你赐下你的平安，你赐下你的喜乐，你赐下你的救恩给我们。主，今天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来到你的圣宝座前，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献上我们自己，成为那馨香的碗祭。主啊，带领你的教会用诗歌
来亲近你，用我们的嘴唇，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你。在呼召我们的地方，神，你要在我们赞美敬拜的声中设立你荣耀的宝座。哈利路亚，主，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。上敬拜，无论遭遇何时，依然要声歌唱。在乎着我之处，我要献上敬拜，无论遭遇。
圣人，抬起头，荣耀君王将要进来，默默的荣耀大过千千里地，从圣人抬起头，荣耀君王将要进来，万国之丹如中水的声音，从圣人抬起头，
站在那个位置上，主说：众臣们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将要被举起，因为那荣耀的君王要进来，他要进来我们的心中掌权作王。他不单只是要做教会的主，他要做我们个人生命的主。神要掌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把我们的生命都交托给他，一切的需要都交托给他，让神来掌权，让神来作王。教会要让爱我们的神居首位， Amen. 我们要永待他为王，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， Amen. 所以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发自你的心里面来唱，一首为主唱的歌，一首单单荣耀主的歌，不再是一般的歌，是你献给神的歌，是你献给上帝的新歌，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来唱，因为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按着真理来敬拜他。 Amen。带着感恩的心一起的来唱，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，给我主，唱哈利路亚，给我的主，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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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，给我主，紧紧地跟随你，唯有你配得我们献上自己当作活祭。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
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做足神界最终的器皿。你丰富恩惠必充满加冠我，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，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然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一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，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做足神界贵重的器皿。你丰富恩惠必从足浇灌我，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，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如此的侍奉，是神所喜悦，是理所当然的。让我们今晚上献上我们的歌声，献上我们的生命给主。我的能力，献上当作活祭，不是死祭，是活祭，乃是为耶稣而活。让我们都成为贵重的器皿，恩惠必充满浇灌我，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，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能全然都给你耶稣。让我们今晚上在基地和大能，让我们活出神的荣耀，
神的国在这一刻当中，在这里彰显，在此时此地，我们这样这样的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头彰显。无论带来什么需要来，上帝知道你的需要。主说你不要挣扎，你不要感到非常难过灰心丧胆，你要靠着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主说我必与你同在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施恩给你，我的恩典是够你使用的。只要你愿意到他面前来，愿意到主面前来，你就必得到帮助，必蒙神的恩惠连续，神必恩待你。孩子，我奉耶稣的名字宣告，弟兄你们信心要被激励起来。我们生命不再一样，弟兄你们把你双手举起来领受祝福祷告。无论什么需要，健康的问题，无论是你的工作的问题，无论是事业的难处，无论是学业难处，无论家庭的问题，你交给耶稣，交给耶稣，让耶稣为你掌权，为你成全，帮助你，让你知道你生命是他所爱的，他必掌管你。耶稣的名字，叫我弟兄姐妹的身体健壮起来，健康起来。我要经历的大能，那复活的大能就在我们当中。主耶稣，你是恩拯救我们，你也必恩待我们到底。你的恩典实在够我们使用，让我们弟兄姐妹信心不再一样，让我们更渴望渴慕耶稣，更渴望耶稣同在。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实际要心情的国和的义，这些东西都会加给我们，不但给我们，你还加给我们。我们一天难处一天当就过了，因为明天就有明天的忧虑。让这个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三十四节提醒我们，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我们一切需要主都知道，主今天晚上带领我们一下时间，让我要竭尽来服侍你，来聆听你，来活出你的这个形象，活出你的榜样，让我一生的荣神一人。我们将感恩祷告乃是奉告耶稣基督的名字，阿们。掌声归耶稣。坐下之前跟旁边左右的人说呢，很高兴看见你，耶稣祝福你，好不好？左右旁边的人说好，谢谢我们的敬拜团，掌声鼓励他们，感谢主。上个礼拜我在台湾，那么是参加了这个烈火特会，大概将有4000到5000人出席这个聚会。那么之后呢，到这个的这个高这个的台北呢开会，这个领袖康峰会之后呢，我就高雄就见了几个牧师，包括一个你们啥曾经我们认识的蒋中牧师，都说认识蒋中牧师，认识吗？啊，他很久没来了，所以明年会请他来。那么今年六月份呢，他太太师母会过来这边去讲道啊，西树月牧师，感谢神。所以我们感恩上帝如何祝福了台北、台湾的教会，因为呢，他们都是因为过去呢是面对很多的问题，拜拜的问题啊，政治的问题，当时很多的祷告，很多的呼求。所以这个晚上我就跟弟兄姐妹说，我们要学习，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打高尔夫球。啊，什么祷告呼求呢？要打告而呼求，要祷告和呼求。阿妹嘛，弟兄姐妹要祷告和呼求，这样子才有福星。所以要打久一点，打晚一点，你会看到上帝会呢，使得我们的教会会很大的突破。阿妹，感谢神呢、啊、哈。所以昨晚上我们有棒球祷告会到12点多，所以弟兄姐妹都非常有这个信心，相信呢祷告里面带来一个改变啊。今天早上我在6点多又跟他们去爬山，爬山之后我就9点半又去他们那就主持这个祭司啊出殡礼拜啊，是这样子的生活。请问会累吗？会累，但是心中非常满足，非常快乐，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不在乎你做什么，在乎神有没有与我们同在，那是才是重点。你可以做好多事，但是神与你同在就没有意思了。阿们吗？感谢神。好，今晚上呢，每个人手中都有一张红色的纸吗？请拿起你的红色纸来挥挥一下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会推动这个教会的2年一次的这个侍奉的这个总动员，让更多弟兄姐妹可以参与不同的服事。
所以我怎样停息呢？很简单，当我听完道之后呢，你有感动在哪方面想参与的，你就按着感动写在那边。所以那些已经是有服事的也要写，每一个人都要写。好，那么呢就勾一勾目前你所写的，如果一些服事你想多点参与的，就打一个星星，说我要参与这个新的服事。所以这是这样子，如果我们当初还没有写过的，你就写上你的名字，然后呢就注明一下你要把那个服事你想参与的。好了，我们收集回来之后呢，我们就交给我们的负责人做一些的什么呢，一些的分类，那么就会召集一些的有而且服事的人，给他们一些的面试啊 interview 啊，加上一些的培训，然后再开始服事的。你不能说我写的这个我要打，我要领歌，我要敬拜就台台上，这不行的。你一定要呢经过面试试音呢，还有一些的培训呢，我们在一些的工作才能够上台来服事啊。当然其他工作招待也很简单，我们都可以去简单的一起招待一些安排。所以我们鼓励大家等一下上会呢，把它交回这张给我们了，不要拿回家，拿回家一定是忘记拿回来了，这是我们的问题了哈。所以马上就把它填填一下，一边听一边呢就感动，就把它填勾一勾，或是呢做一个记号，说我要参与这个服事，我要祷告2018年会有更多参与服事。目前我们家如果把我们 S2 母会加起人数大概500人，包括孩子们呢，大概呢250人是参与服事的，还有250人还没有服事的，是时候我们要服事了。阿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以前是人服事我们，现在是我们要服事人，在服事当中你会成长。阿门。好，我们预备心，我们做这个祷告。天父，今天晚上你的仆人要分享关乎如何动员弟兄姐妹参与服事。服事你是给你我们的荣幸，然后加入这一个神国度的侍奉是何等的荣耀。祝福弟兄姐妹看重你所看重的事情，服事不是为了我们的需要而已，服事是为了别人的需要，而是要荣神益人。祝福一下我们要分享到你的话语的时间，让我分别为什么耳朵、我们眼睛、我们的心，将我们听的、看的、领受的都出于你自己。这样感恩祷告乃是奉靠耶稣的名字，阿们。感谢主。今晚上我要分享的主题是关乎服事，就是呢我们如何动员弟兄姐妹呢参与教会的服事，起来侍奉，起来建造。一起说，起来侍奉，起来建造。弟兄姐妹，跟教会的成立不是单单靠一个人一些人，而是靠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，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关键的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们就无法这个把这个拼图把它拼起来。所以每个拼图呢都是要把一个图画呢拼出一个非常漂亮的那个图画。所以每一个人的形状都不一样，每个拼图的形状一定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每个形状都很重要，你不能缺少你。可以跟旁边人说，不可以没有你，不可少你，好吗？所以每一个人都非常关键。所以弟兄姐，如果今天我们所有的招待人都罢工了，我们不要做招待人了，我们不要做的去服侍人了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个人把你迎接进来，无法呢把做记录啦，一些人数记录啦，做奉献啦，我们就麻烦了哈。所以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。如果今天早晚上我们敬拜堂说罢工了，我不要敬拜了，我们就变成台上别人的敬拜了，就麻烦了哈。所以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，所以我们很看重弟兄姐妹的服事，不是单单是我们服事，是神的心意要我们服事。首先，我们必须明白。为什么我们要服事哈？所以先了解神救赎人的目的，为什么神要 redeem us， 为什么要拯救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你想一想，当人还没有犯罪之前，人跟神的关系是怎样子的？是不是很和好的？是跟神自己沟通的，对不对？没有拦阻的，所以也不感到羞耻的，所以非常容易跟上帝沟通。当一当人犯罪，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，他就失去了这个神给他这个的能力，他不再有能力跟神沟通了，他必须要呢用很多些方法来跟神沟通的，而且他不但沟通，而且要逃避上帝，因为看见这是非常羞辱的，因为荣耀离开了他。所以因此呢，人失去了神的荣耀，我们不在这个神的祝福之下，我们很难沟通，我们变成需要呢用其他方法来代替，
感谢主，旧约有律法守戒期守戒，他们能够讨神喜悦。感恩在新约里面，我们靠耶稣一次的献上，我们就不需要那献上旧约所有的燔祭啊、赎罪祭啊，我记得好呢，啊，也不需要的，也不要过什么都节期的，只要单单相信耶稣，你就能够呢一生来荣耀神，一生的侍奉神，把掌声归给上帝，归给耶稣，他救赎了我们。但是救了我们之后呢，不但等待我们呢得到这个祝福而已。如果你想想，如果神救赎了我们，就是为了上天堂，好不好啊？当然好了，那这是最终目的，我们要到天堂，到天天父那里去。耶稣说他去了必再来接我们到那里去。耶稣去不但为我们祷告，也预备地方。但是如果今天你信耶稣，单单是为了上天堂，太可惜了，因为还有很长时间要去到天堂。可能在地上你信个主还要10年、20年、30年、50年，太久了。所以到底今天神把我放在地上有什么目的呢？如果神当当是要我们信耶稣上天堂，不然我们这个月尾，我们是4月28号有洗礼嘛，我目前有25人洗礼，把掌声给上帝。我相信还有些还没受洗的，你要选择这次受洗。那么如果这时候呢，我就在这个水池里面呢，既然信耶稣上天堂，我这时候呢就把你压久一点，毕竟是一两秒就把他拉起来嘛，所以我就压久一点，5秒、5分钟，他就安息主怀了，马上上天堂，好不好啊？不好啊？你说信耶稣上天堂吗？不是这样没？啊，当然没有一个牧师做这样事情的，他不要马上死的，还有东西要做的。原来是神把我们保留 ，When God span of life。当我们信了主，一定有一个目的，目的是要我们在活的时候好好的爱耶稣，好好的侍奉神。你想想，如果我们信了主没有侍奉神，你做东西啊，做礼拜，做到耶稣回来。诶，你看华文字很于是每个礼拜我们做礼拜，所以我们说做礼拜，不但礼拜天我们做礼拜，连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都要做礼拜，因为是礼拜，这天天要做礼拜。这礼拜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礼拜的意思是包括呢，就是敬拜，也就是侍奉。你看罗马书12章第1节，保罗劝勉当时的七号罗马教会说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我是个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这个活祭是上帝要你把身体生命献上帝，这个服事是神所喜悦的，你如此侍奉是神所喜悦的，是如应是理所当然的。这个侍奉的原文就是敬拜，所以敬拜侍奉是交替使用的用词。你说你敬拜就侍奉，你侍奉就是敬拜，明白吗？在基督的地方，弟兄姐妹，敬拜就侍奉，侍奉就是敬拜，这两个是一起的。所以如果今天你做礼拜，但你没有呢，没服侍还能做，讲不通啊！一定要服侍。今天晚上我们听闻到处呢，你一定要选一个服侍的岗位，做招待员的好呢，做交通指挥员的好呢，或是做交通驾驶员的好呢，还是做什么呢？做陪堂员也好呢，还是做的清理工作呢，洗厕所也好呢，我们都要参与服侍，或者文字工作也很好的，我们需要做文字工作的人帮助我们写东西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很需要这些人，所以我们看这种我们7年又开始的媒体施工，所以有拍摄的，每一天晚上你半夜之后呢，就收到又丢，就是今晚上的信息，就今晚上的 PowerPoint， 今晚上牧师的分享都出来了，不用等到下个礼拜，马上。如果今天你切切机会，不用担心上网，又丢 RIN 设计教会这个视频，就看到我们每个礼拜的讲道，每个礼拜五的这个大特定班，每一个礼拜的活动。我们都会在这个视频出现，把掌声给上帝。如果没有这些人，我们就没有这些的工具帮助我们呢去了解更多教的事情。原来神救赎目的，看的路加福音第1章74节、75节这样说：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因为神把我们从仇敌，把我们从黑暗里面救出来，
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世界救出来，把我们从这个撒旦魔鬼的手中救出来。不是当我们当登上天堂，但是必然的，当今天还活的时候，叫我们做一件事情，叫我们终身。什么叫终身呢？终身就是呢 all our days, all our life, 就是一生的意思。做什么东西呢？侍奉神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一定要开始侍奉神啊，因为你不侍奉神，你就不了解神的恩典，不了解神的信实，不了解我们如何跟人配搭，不了解人的可爱的地方。我们很多时候错了观念，为什么不要是服侍？因为呢我很忙，因为呢我怕一个问题，因为跟人相处不容易，相近容易相处难。但是不要那个这个问题拦住我们服侍，我们被抛开自己拦阻。好，如何服侍呢？他说必须要坦然无惧，不要带着惧怕来侍奉神，带着信心来侍奉神。而且他说必须以呢圣洁，你要服侍要圣洁，你要服侍要呢有公义。如果在台上我们活在最终领敬拜，我们在最终的弹琴，我们在最终的打鼓，我们最终的伴唱，我们最终做很多的服侍，请问上帝喜悦不喜悦？上帝肯定不喜悦。我们这个服事一定要分别为圣。圣经你看到从会幕的每个服事都是要分别为圣的。我们感恩这个星期，这个4月28号，记得我们家芙蓉有一个伦理的这个晨更祷告会，每三个月一次。那么这一次呢，我们会在芙蓉敬信教会。那么我们的徐当祥传道告诉我说，他们这次用会幕式的方法来带领祷告会，哇，很好，就是如何从外院到内院，从这个圣所到至圣所的服事里面呢，来带领祷告。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服事当中一定要分别为圣，一起说分别为圣。虽然今天你在最终服事人不知道，上帝其实知道。如果你服事没有分别为圣，你服事没有办法有果效，一定带来很多难处，一定带来很多问题。这必须有圣洁，而且公义，这是神看重的事情。公义是神的标准，神的这个呢心意，要我们以圣洁公义来侍奉他。好，这个是仿佛呢神救赎我们的目的。那么在经义里面，同样一个经文告诉我们，神救了我们有一个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9节，来大声来念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，你们是怎样离开偶像归向神，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。因为今天我们被神拯救出来，神让我们离开偶像，我们今天要归向神，有一个目的就是服侍。服侍谁呢？不是死神，不是死的，而是活的又真又活的神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侍奉的不是个假的，是真的，不是死的，是活的。一起说又真又活的神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要看到上帝的国已经降临。昨晚上在查经版的这个祷告会，我分享光神国降临的时候呢，不是以后的事情，神国降临在你心里面，是现在 now， 是在这个时刻，在这个地方，此时此地的，不是以后，是现在已经发生。你会看到上帝今天会开始做很多奇妙的工作，祷告里面遇见上帝的大能。弟兄姐妹，神要我们离开偶像，不但归向圣神，透过侍奉神我们来亲近他，透过侍奉神来认识他，透过服侍他来跟随他。我要你们注意 出埃及记 这临时我加了几个经文。因为神为什么要我们出埃及啊？埃及代表罪恶，埃及代表偶像，埃及代表世界世俗。神把我们从埃及救出来就是一个目的。你看为什么摩西亚伦跟法老王说让我们去做什么啊？服侍，去侍奉。我们看经文到出埃及记第5章，这里有几节经文我们留意一下。好，这是2万的经文。我们看出埃及记第5章 Exodus 5，这就告诉我们，神呼召亚伦和这个摩西，向这个法老王说，摩西呢，要他们去侍奉。你看第5章第3节，第5章第3节，出埃及说呢，他们说，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，求你由我们往旷野去，走3天路程，
祭祀就是敬拜，就是服侍耶和我们的神，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。说现在让我们走啊，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，到呢上天的地方，上天的路程当中有一个目的是敬拜，要侍奉我们的神。不但是第五章第三节，我们再看到另外一节经文讲到呢侍奉第八章第八节来看，每一次神经过这个门呢，透过这个神灾里面每个灾之后呢，法老王就非常的担心会很多灾难来，就哈拉他们去，后来又心甘不让他们去，所以每一次都是目的要他们离开这个埃及去侍奉耶和华。我们看第八章第八节，第八章第八节，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，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，我就用百姓去祭祀耶和华，去敬拜耶和华，去侍奉耶和华。你看好了，那你们去了，免得青蛙那个灾难呢临到我们身上。弟兄姐妹，十灾代表了什么呢？埃及人拜的偶像，每个偶像都要做这些的离开，他们才能够脱离这种黑暗权势。OK， 我们再看到经文第八章二十七节也是这样子说。第八章二十七说呢，我们要往旷野去，走三天路程，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我们的，祭祀他，就侍奉他。所以法老说呢，我用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这是不要走得开眼。所以意思说呢，好了，让你们去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去什么呢？离开罪恶，离开埃及，是侍奉耶和华。再来看个经文，第九章第一节，九章第一节说呢，耶和华吩咐呢摩西说，你进去见法老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希伯来的神怎样说？这样说，用我的百姓好侍奉我。总之一个目的，离开埃及，离开那个拜偶像地方，就是一个目的，侍奉神。我竟然不侍奉神，好像少了好多好多祝福。当然我们侍奉神不是为了祝福，侍奉神是应该我们尽的本分，应该有这个呢我们的心智。还再看到经文第十章第八节，或者第三章第三节，第十章第三节，我们看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希伯来的神这样说，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？用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。法老王，你不要刚硬了，让我们走吧，我们目的是要侍奉神的，所以你不要阻止我们侍奉神。我们看到第十章第八节，他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，法老对他们说，你们既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但要去的是谁呢？摩西说，我们要和我们的老的少的儿女儿子女儿同去，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，因为我们要守呢耶和华的做节期。弟兄姐妹，应该不但如此，每一次法老王阻止他去的时候呢，这灾就临到这个埃及，所有的灾难都临到埃及人，而不是在犹太人身上。最后呢，他就说，好，让你们去了，但请不要开眼。每一次去的时候呢，每一次让他们去的时候，有神的一个时间。开始的时候是一些人去，男丁去。第二呢，就是三天的路程，不是很远。接下来不是男丁去，还有儿女要去，夫人要去，然后最后呢，不但家人要去，仆人要去，最后呢，牛群要去，又要去。如果第一次法老王答应他说，你们去吧，就男丁去而已，女人没有去，儿女没有去，娘亲尤其没有去，就很可惜，不能够呢真正侍奉神。神又说呢，拦阻我们，不拦阻我们，然后我们出埃及的时间有一个目的，要准备好全部一起去，很不浪去。这样子呢，就是一个真正全体的集体的总动员来侍奉耶和华。第一样东西，我们侍奉谁呢？我们侍奉我们的神，一起说侍奉神。这个观念很重要，你来这个教会，你不是在服侍人而已，你服侍背后的动机是就侍奉神。我服侍你是因为上帝，我来敬拜，我带领你们敬拜，就是要你们接着你们呢来告诉耶稣，我因为服侍你，所以我先来服侍上帝。所以很多基督徒只是懂得服侍人，他不懂得服侍神。好，弟兄姐妹，第一样东西要学会服侍神。第二件事情，我们是服侍谁呢？服侍我们教会的人，信主的人。好，我们读的经文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来大声读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什么呢？
彼此什么服侍 serve one another， 然后呢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弟兄姐妹，神给我们很多恩赐，我们要好好使用它。有人会写字的，有人会画画的。我在这唱歌，我认识一个弟兄是 Alan Dan， 他是一个画家，他画了每一幅画一转过来就是耶稣的像，耶稣的图像。可能一天要请他来，现在我们跟他做好朋友了，随时可以请他来。他帮助了很多慈善机构筹款，他画画就是画了很多画，而且去了很多地方，在元首，在这个王宫，在这个首相署，都画了很多画给这些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上帝给我们这些都是有恩赐来服侍神，阿们吗？弟兄姐妹，你有什么恩赐要服侍吗？今天你好祷告神，让我们都加入呢这个服侍阵容里面，做神好的管家，百般恩赐好管家。好，接下来不但是侍奉神，不但侍奉教会的弟兄姐妹信主的人，更重要的是你要懂得靠着主耶稣要服侍你周边的人。我们周边有很多的，从礼拜一到礼拜六，每一天你接触的人情妇女，这些巴萨很多的妇女啊，很多的人在巴萨里面，还有在工厂里面，公司里面接触我们的同事，我们的上司，我们的下属，所以这些人都是我们要服侍的对象。我们都留意一下，上帝要使用我们去服侍他们。我们看经文到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三章第三十六节，来读这一段经文。他说：“大卫在世的时候呢，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就睡了，归到他祖宗那里一件喜欢。”这原来是大卫出现那个时代。大卫是在什么时代的呢？是三千年前。出现了一个很重要，一个以色列第一个王，第二个王，第一个王是扫罗王，第二个就是大卫王，第三个王是所罗门王。所以大卫王是服侍那一代的人，就睡了，就安息了。所以应该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地方，把你和我放在这个，在这个2018年这个时代里面来服侍这一代的人。可能在30年、50年后呢，50年后我们就离开世界了。我们就下一代来服侍那一代的人，下一代人已经过去了，服侍那一代人已经过去了。我们神把佛放在这个时代里面，是服侍这一代的人。弟兄姐妹，这是非常关键的时刻，好好用神给你恩赐服侍你周边的人。可能你要服侍的时候呢，已经没有机会了。听好了，也许你有很，也许呢，你有很多时间侍奉神。但是不一定有很多机会侍奉神，怎么意思呢？如果机会一失去了，即使有多好的机会，多好的时间，已经无法弥补了。比如说一个例子，如果你的家人、父母病患当中，他需要你安慰，需要你鼓励，需要你身边陪伴他，度过那个晚年的时间呢？如果你这个时刻里面，你要好好珍惜照顾你的父母，服侍你父母。一旦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呢，即使有很多时间，也无法有机会来服侍你爸爸妈妈。听明白吗？珍惜你的机会。你也许有很多时间，但是不一定有很多机会，你也不会常不感到遗憾，不感到非常的可惜。阿们。神给我们的不是单单是时间，神给的是我们的机会。同样，今天如果你趁着你年轻年长，你非常很健康的时候，你不好侍奉神，一旦你想侍奉神，已经不能努力跑了，老了，可能就是病患了，可能是很多问题了，不能走动了，即使有很多时间，你也没办法侍奉神，因为根本不能侍奉，有心无力，力不从心啊，明白吗？捉紧神给你的机会。跟旁边说要捉紧机会，在这个时代 in this generation serve your generation， 这个时代里面服侍这一代的人，这一代你不服侍，你下一代你老了，你就不能服侍你上一代的人。阿们吗？我们开始要服侍的就开始服侍这一代的人，让下一代人服侍下一代的人，做好我们的本分，感谢上帝。不然不是每一个人，虽然不是每一个人像我们这个前任首相马哈蒂93岁还能够有健康的身体，你看走路的时候呢，好像30多岁的人，最近很多30多岁的人已经老了，跑得慢慢了，
他走路很强壮，不是每一个人像他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就要捉紧机会来侍奉你这一代的人。好，记得总括来说，我们服侍谁呢？服侍我们三种的对象，第一个就是上帝，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教会信主的人，第三是服侍我们周边的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这一代。感谢上帝，我们侍奉的结果什么呢？当我们好好侍奉神，对神是个荣耀。如何荣耀上帝？透过侍奉神。如何荣耀上帝？透过你的帮助，透过你的付出，你的贡献，成为神的祝福，神的这个祝福，神的这个荣耀被高举。第二，对自己肯定，你服侍当中你去成长。很多有错的观念，怕遇到问题，怕跟人相处不好，所以就积极服侍。不要这样子想，我服侍是为了要爱上帝，很简单，我服侍就是我要成长，还有我要了解更多关于神的事情，你灵命就会长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单单做礼拜了，我们做太久了，每一天都是礼拜，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是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都要做服侍，对自己是灵命长进，对教会肯定。如果每一个人都服侍的话呢，不得了。一般上的教会服侍的人都是大概28%到30%，那已经算很好了。其实不是最好，最好是80%、90%，每一个人服侍，那就会兴旺，那就会复兴。多少人看到我们爱人堂是服侍的教会，把手挥一下，挥一下，高高举几下，所以高举一下就是你要开始侍奉神了，就有这个可能性。阿们吗？不但靠。当然靠口讲而已，要有行动。那我们开始侍奉神，想一想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服侍的，不要想开大的服侍，先行一些简单服侍。你知道每一个礼拜六，好多年轻人都轮流洗厕所吗？你知道吗？明天早上这里有英文堂聚会，有两堂聚会，一个8:45，一个10:45，8:30，一个是10:45。我们确定要确保这个厕所要清洁，所以每一个礼拜六晚上，我们年轻人都轮流洗厕所。掌声，谢谢他们。也许他们都没有在家里洗厕所啊，但是可以让他们在家里洗，洗了之后习惯就在家里洗。但是不要单单靠年轻人了、啊，年长人也可以洗的。好，我们都要洗洗手。哇，启华一直点头，你有洗的？哇，感谢掌声鼓励我们的启华，他都洗的，哇，洗得非常兴奋。这个神的家，如果你洗厕所，一面洗一面洗。有一个牧师，他非常谦卑，他教里面有很多博士，30-40个博士，有很多硕士，打扮那些知识分子。但是为了要保持他谦卑的心灵，你知道做梦行吗？他为了保持是谦卑的，他锁在厕所里面洗厕所啊，好让他谦卑下来。我要谦卑，不要因为他是什么博士啊、硕士啊，我会骄傲起来。我要洗厕所，好让他谦卑，洗去谦卑。阿妹嘛，当然不是洗家里的，洗教会厕所。好，弟兄姐妹，当每一个人服侍，将一定面对一个大复兴，一定会经历一个很大的复兴。好，对他人肯定很大的帮助。我们身边有很多邪的人。当然靠一个人的话很难，每一个人的总动员多么好。我们最近我们从1月到3月到10月，我们有很多聚事礼拜、啊、今天早上我还、去、主持了一个出名礼拜。我再算算一下，我们这个从1月到4月已经有11个人安息主怀，11个人。但我如果上帝蛮有恩典、啊、上帝就让我们负责6个聚事礼拜，5个因为家人用华人仪式，我们就没有去主持，我们只是去做去陪做作业哈、啊，就是安慰他们。6个家庭是用华人仪式，5个是用基督教的，一共11个都是我们弟兄姐妹，或者刚信主的，或者是刚洗礼的。如果想象11个都是我们做得完，好、哦、主啊，怜悯我们呢、啊。每个礼拜都有东西去是礼拜。但是当然我也不怕有这个11个聚事礼拜。如果每一个人都帮助，每一个人都彼此的付出你的时间去出席聚事礼拜，然后参加这些什么出殡礼拜，去安慰家人，好得不得了。不然每一个聚事礼拜都是同一帮人，都是同一帮人，都是同一帮人。到盼望一天每一个人都去参与，你不是要参与每一个，只是参与一个或两个，
那时候我说牧师我都不认识他们，不要等认识他们，你不认识更好，就认识他们好了。我盼望一天当你安息主的时候，不要让你的就是礼拜的人没有人出席，因为人不认识你。我告诉你了，我曾经主持一个马来西亚最少的追思礼拜，就三个人，一个我，一个太太，一个死人，最少的追思礼拜没有人。还有第一我不认识他，他是叫我负责的，就家人也没有家人了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从那边家里就把送去啊安葬了。希望你的追思礼拜不是三个人，我不是为了要大场面，不是，而是说有人去参与。阿妹嘛，不用做东西了，出席就好了。啊，我们应该下个礼拜啊，这些下个月我们关怀部会做另外一个衣服，这个我们的这个关怀部的衣服师傅给大家，你可以买一件，就是出席这个追思礼拜。你想象，如果一个弟兄或姐妹安息主啊，一大帮人呢，哇，好几百人出席追思礼拜，请问家庭会不会感动啊？最不最令他伤心就是我们的追思礼拜当中一些。所以非常人少得很可怜啊，所以非常为什么人清清啊，但至少我们就还没到的地步，我们有很多弟兄们还愿意，虽然是几天的追思礼拜。我最近台湾的时候发现一样东西很有趣的，我就问那些牧师，你们在这里有常常追思礼拜是怎样进行的啊？这我们这里很简单，我们放五天啊三天啊，碰到真久，于是放一个礼拜，但不用担心，他们做一次的出兵礼拜，不然没有晚上就是礼拜，没有的，就一次过了。原来如此，我不是我五天都五天呢，所以我们也觉得要开始做一些调整，不然影响我们教会活动啊。所以在台湾是没有晚上就是礼拜的，因为第一时间有限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出来；第二就是呢，他们的空间有限，就是放在殡仪馆，等到出兵才做不得。哦，我那天我去刚好还出理他的跟会的追思礼拜啊，出兵礼拜，他们没有追思礼拜的，只有呢出兵礼拜。哦，因为想要放五天前的不用紧啦，反正没有去嘛，去一次不了吗？哦，原来如此。我不是我，如果我们爱恩堂的话，做三天晚上就做完了。过来我们可以不行的，一定要学习做一调整。我们最多两天晚上，你放五天七天还是两天晚上？一个最多是第三天就是出名礼拜了，不让做太多了，我们累了。我们信息也讲完了。OK， 感谢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重点是什么呢？重点就是你要参与。年轻人，不要说这个安哥安弟的东西不跟我们关系，你有时间你出去出名礼拜。你看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东西，我宁可出去参加什么呢？上家的这些的追思，好过参加宴会。为什么呢？多思考人生。不是个人生啊，是人生。思考你的生命，了解你活的目的，才能被提醒你活的目的是什么。你不要因为你不了解你活的目的浪费时间。你不要说我很年轻，我会活很长时间，不一定的，可能明天就不在了，一场意外就不在了，没人知道。弟兄姐妹说，我能够活很长时间很长命，反而是相反，那些看见还能没有机会的，还活更长命。反而是一个非常很健康的，却很短命。没人会知道你明天发生什么事情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不是咒诅你，你不用担心，你还是活很长命的，因为神要使用你。你听完之后，你听完了信息说，填写侍奉表，你就会长命的，因为神要使用你。阿门嘛！感谢神。我们看侍奉的终结目的是呢，一起说荣神一人，就四个字而已，荣神一人。一生就是为了荣神一人做，你不是为了自己，要荣耀上帝，要使人得益处。神就是目的，就是让我们呢，遗族同长完全。好了，我们服侍这一代了，我们一天跟主耶稣能够在地上同长完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教会是一个我们训练人才的地方，让弟兄姐妹被培训起来，被教导，被呢装备好了，我们被差出去去履行耶稣颁发我们的大使命。你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阿妹嘛，感谢主。因为这个星期四我们就服用，每一年四月份呢，应该是这时候呢会举行这个门呢，众教会呢都很容易出席这个机会。你猜平时呢教会要办很多活动呢，很少教会一起容易出席的，但是一般上有这个机会呢，很多牧师都会出席的。你猜什么机会？
坟场理事会，要为人死人预备的，所以为了要讲那个地嘛，坟地嘛，所以每一年四月份的时候呢，会让很多，所以一出现很多牧师，平时不出现的，有出现的，因为呢，要确定我们会有葬身之地。他们没有位置给他们站啊，所以有非常，你知道，他是按着人数的。如果教育一千人，要给那大概要给大概一千块，哇，上千块，忘记什么呢？是按着人数给的，所以我们就会给了很多钱，每一年要给钱的，所以我们要开会。所以这些就是为了要呢确定的有人去安排这个，因为我们的小干妹这个坟场已经满了，已经够满了啊。所以我一个弟兄在圣大样，这个华人医生隔壁印度的这个坟场隔壁有一个是阴谋，还没有启用，还没有用的啊。所以现在我们用的是属于市议会的，很便宜。但是如果去到这个圣大样就比较贵，至少一个洞穴要一千块，至少算还便宜了，还便宜了。但是这个更便宜。我们这个十一块的只有30块，这是满了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是要顺弟兄姐妹去做，关心这些人，帮助这些面对很多问题的人，周边很多弱势群体，要我们去履行耶稣大使命。好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跳快一点。好，这个已经讲了，服侍神，服侍教会，服侍这一代的人，一起说，服侍神，服侍教会，服侍这一代的人。给他们感谢神哈，所以我们看一些错误的侍奉心态，了解为什么人会做错误的心。第一，侍奉为没有人侍奉而侍奉，哦，有空档，有空位，没人服侍就把名放那边。但是有时候教会没有，教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人可以这样做了哈。但是如果是教会已经有人了，有就做过人了，如果随便放人上去的话，放错人上去的就麻烦了。一个教会里面呢，常常很多牧师的面对问题就是这样子。把名字放上去侍奉表是很容易的，也随便的放上去，把人从侍奉表放下来是很难的，会长头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放上去的时候呢，好像不能够放下来，一放下来就说我要离开教会了，我要就要跟你各界来往了哈，这很可怕的哈。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要很注意一些事情，侍奉神就侍奉神。如果今天也不再有服侍的，也不要伤心。当然我们在服侍当中也必须要很非常很有智慧去处理这些事情，不要随便把人的名字拿下来了啊，而是我们愿意的服侍。 OK， 好，第二东西是因为没有人服侍，所以服侍，所以服侍不快乐，不甘心，不乐意，所以这服侍不能讨神喜悦。服侍一定要甘心乐意，一起说甘心乐意。现在甘心去，如果你服侍不甘心，宁可不要服侍了，因为你又不甘心，每一个都不快乐，你不快乐，全部都不快乐。如果今天我们领歌者，我领歌说了很不快乐，很勉强领歌，勉强，所以你勉强唱，每一个勉强唱，每一个都不高兴。但如果每一个人都很甘心乐意唱，哇，很欢喜唱，你也会受影响，你很欢喜的唱，是这样的道理。第二，不是为了争权力而侍奉。很可惜，一些教会就是为了什么呢？要争权夺利，要做主席啦，要做长老啦，要做执事啦，争位置坐啦。我们是不这样子的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服事 不是为了争权夺利。听好来，每个服事神提拔你是出于上帝的，如果不出于上帝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坐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是神给你的。阿们吗？不是你的就是不你的，不是你的是你的是人拿不到的，因为神为你预备的。所以不要为了争钱多，如果没有拿到也无所谓，以后还轮到你，不要那么急，时间还没有到。弟兄姐妹，不要为了争钱多利，感谢上帝，我们安堂没有这个问题了，没有争钱多利了，因为呢，要去服侍的不容易呢，你不如你来坐我的位置好不好？我告诉你呢，我在总会服侍增进的，16年做了总监呢，我的位置好像是没人敢坐，我说我好几天说我要退出来了。但是还是我中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位置不能坐，一坐过去的很怕，所以呢，还是不是要坐的。我们不是要权力，我们是为了上帝，为了主的名字。第三，不是为了金钱。不要说我今天做招待也没有钱拿了，我们的弹琴师傅也没有钱拿的啦。弟兄姐妹，你为了钱服侍，你不会快乐的；为了钱服侍，你不会有这个满足感。
你服事是为了爱耶稣，一起说爱耶稣。若今天你为了钱嫁给这个，我娶那一个，一天你不高兴，你爱他，你娶他，你嫁给他，不是为了钱，你很快乐的。其实没有钱，我们还很快乐。你知道我们刚师母结婚的时候呢，我们很可爱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开始的我们，因为我告诉你也不可相信，我那我结婚的时候呢，我手上我银行就50块，还有没到50块，48块半应该是，还能够结婚呢。所以我们刚刚结婚不久，我们经济是非常艰难的，很多次的我们要找银角啊来生活，银角啊，找银角啊，Ceiling 啊，今天有没有 Ceiling 啊，很少用 Ceiling 了哈，我们找银角算算够够钱啊，吃也很简单，吃得很简单，我们租房间啊，租屋子啊，没有买屋子，是7年之后才买屋子啊，虽然现在供完了啦，所以我们都不是为了金钱，我们都是为了上帝，我慢慢，但是上帝不会让我们亏，不会让我们感到失望，亏欠我们。还记得我们李主任医生，他是医生呢，他为了侍奉神，他做牧师，他太太跟着他做，我还做师母呢，放弃了工作，医疗所也送给别人了，车也送给别人了。那么呢，一天他在起身的时候呢，开那个冰橱的时候呢，是空的，空的。以前做医生的时候什么都有，现在做医生，现在做牧师什么都没有。有时候上帝要刻意让你经过这个谦卑的过程，但是不长久的，很快就过去了。让你学习谦卑的过程，这样知道没有的时候呢，叫你依靠我，阿们吗？你有的时候你不依靠神的，你没有的时候一切都没有了，你要依靠神，阿们。所以有人做一个比喻，什么叫迫切，什么叫做依靠。他问这个呢，牧师什么叫迫切依靠呢？很简单，来，我把你压水里面压久一点，想呼吸呀，因为很迫切要呼吸呀，什么都不重要的，要呼吸，要呼吸，呼吸，要求神呐，明白吗？请问被压得非常辛苦的时候呢，没有呼吸空气的人，还想钱吗？还想地位吗？想身份吗？你不想呢，想呼吸，想生，想活着，明白吗？但是今天好相反，我们什么都有了。我们不珍惜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口气能够活着是恩典的。请每一个人把你的手拿起来，放在你的鼻子这边，有呼吸吗？有吧？感谢主还活着，还没安息主还，不然又追思礼拜了。我们有呼吸，每一天早上起来就是恩典啊！一活了，还不是死的，还是活着。阿门。把掌声给上帝，阿们。今天上帝给你气息，不是偶然，气息是要你侍奉神，气息是要你跟随上帝，要爱主耶稣，这是你一生活的目的，阿们。好，第四，不是为了打发时间，都空没事做，却要侍奉神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是应该不合适，也是属于少数的，因为每个人很忙，现在告诉我，是没有时间侍奉神，这些开的空啊，啊。当然耶稣也不是为了打发时间，是因为我爱神。第五呢，哈，这个目的是一般年轻人都讲的，为了交朋友啦，要谈恋爱，我喜欢那个姐妹哦，所以我常一些敬拜团认识她，想靠近那些，希望能够认识她啊，这是一个错误动机哈。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为了这个恋爱，不是为了讨好某人，但是很明显的，我们都讲很清楚的，虽然不是有这个黑白字的这种规定。我们讲过了，台上的服侍弟兄姐妹、敬拜团的人，18岁以上，请你不要谈恋爱。你谈恋爱不要上台。我常常跟很多弟兄们这样说的，因为什么呢？我要你们专心好好读书。说牧师不可以吗？可以，不要侍奉咯，你不下台咯，是这么简单。为什么呢？好读书了，弟兄姐妹，不要怕你的男朋友走掉、女朋友走掉，他不会走的。走掉也算了啦，他不爱你，有个神更好给你。阿们，你的动机要正确。第六，为不为了比别人比高低而侍奉，为了要跟人比较谁厉害服侍，为了厉害唱歌，如何叫弹钢琴的话，你不是为了比较了跟服侍上，那是非常错误的动机，你是为了爱上帝，这叫谦卑服侍。OK， 感谢神，我们看到经文啊，不看这个另外一个第七个。
为人的称赞而侍奉，为了要得到那奖赏，为了那称赞你才侍奉神。你没有称赞就不要侍奉神，没有赞美你就很生气，就非常愤怒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期待人常常的称赞你的话呢，我告诉你很失望的。他至少我们一年一度有这个侍奉人跟感恩会呢，给你吃一餐呢，送礼物给你呢，感恩给你呢。啊，告诉你不是每个教会都这样做的，我们呢在感恩，但是至少一次给你啊。但你不要期待呢，如果一天明年2018年开始2019开始，我不再有侍奉人感恩会了，阿利路亚，我就生气哦，我不要侍奉人了。你不是为了吃才侍奉神，你不是为了礼物侍奉神，你是为了爱上帝侍奉神，阿门吗？初期教会都比较多侍奉感恩会的，因为初期教会看圣经那有侍奉感恩，都是后期为了感恩弟兄姐妹来做的东西。阿妹来感谢啊，为了兴趣而侍奉神啊，为什么呢？为了侍奉而侍奉，你就很疲倦了。记得为了爱神爱人侍奉，你就不会感到疲倦。有时候我们服侍很多，我们都非常感谢我感谢上帝，我们做了好多服侍。啊，不是我们要做很多东西，是因为我觉得我要成全别人。你看，刚刚在不久前天，我们要办一个国际的赞美操的周年，今天在芙蓉，在11月6号、7号，在芙蓉办一个大型2000人的赞美操，所有全世界的各地的啊，香港、台湾啊、加拿大、美国啦、啊，他总共很多国家都来嘛，芙蓉，唱这国际性的，要庆祝15周年纪念。他说：“那牧师，你可以来做我们顾问吗？”哦，顾问啊，顾主问啊。所以好了，我是愿意的哈，因为只成了一次开会而已。听他们讲，所以我这次办了这个开会，在11月份会在芙蓉办一个很大型的这个呢赞美操的这个的周年纪念，15周年纪念，他们在芙蓉庆祝，是全世界的哇、哦！我告诉你，芙蓉不是小的一个城市而已。我要相信一听，这里有办很多很多很多国际性的机会，在芙蓉这个小城不再成为小城。玻璃恒虽然是个小的城市，但出现了个谁呀、啊？谁？耶稣。玻璃恒是很小的地方，如果你去过以色列呢，玻璃恒是离耶路撒冷大概很近的，16公里距离，很近的，在南下。虽然小的城市，但这里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人物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小看芙蓉，我常常宣告芙蓉不是一个小小的城市，这人口不是很多，但至少明年2019年呢，我们芙蓉要成为班德拉呀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跟我们什么关系啊？啊，大关系，要把尼拉呀、芙蓉把合起来拼成一个呢城市，那么你就会有市长了。以前没有市长，就有市长了。这也不是个小城，我要看到，我有在这个祷告上都宣告了哈。我们看到一天呢，每一个涌到芙蓉，不单是住，特别是住的地方天堂啊。我们看到一天呢，这里有很多就业机会，很多从吉隆坡来芙蓉工作，哈利路亚，啊，是吧？我讲错吗？我宣告一天，很多人马来西亚、芙蓉啊、吉隆坡都跑来芙蓉工作，这里这个发展的机会很高。阿妹们，不要往外流，往外流，要宣告芙蓉是个蒙恩的地方。虽然还没看见，先看见，凡是免费的看见，不用给钱的。好，看下去，第10。为表现自己的才华、才干及恩赐侍奉啊，那个是另外一个错的动机，为表面很厉害。弟兄姐妹，在侍奉里没有厉害的啊，厉害的人很快被斩头了。第11，为掩饰自己的软弱而侍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犯很多错误，要一个将功补罪啊，什么一个这个词呀、啊？说我们要赎罪啊，赎罪是要服侍别人啊，帮助别人，说赎罪啊。你不要这个观念，你的罪是因为你跟神关系认罪的神神明，你不是用侍奉来代替你啊，来补罪不能够的。所以不是因你软弱 ，OK？ 好，第12，为一时的血气的冲动而侍奉。哦，因为想冲锋就冲动，情绪就做决定，不是。你要想清楚，我要服侍是因为爱上帝、爱人。好，感谢神，侍奉和生命有什么分别呢？很简单，生命是神的恩赐，侍奉是神的特权。哦，侍奉是神的特权 ，privilege。是跟你特权，在这个地方神给你个机会服侍，不是每一个人都从台上领歌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边做到调换奉献，都是特权，要珍惜神给你个特权、啊、我发觉弟兄姐妹呢，当安排侍奉表示，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很自然在台上讲话的，因为在台上讲话呢很紧张啊，不当他动啊，讲他一动啊。有一天我在这个参加这个营会的时候，一个姐妹做见证的时候，在我旁边，他不当讲还动，那个板会动。
也很紧张啊，讲得很紧张，或动火，或什么，不是地震啊，是这个紧张过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神给我们的服事，就是个特权。好，生命的基础，生命侍奉的基础是生命，你必须有生命来侍奉神，不是以侍奉做基础，而是呢，生命做基础，生命成为侍奉的基础，然后侍奉呢是成为生命的表现，有生命你才能服事的好，有生命才能带来果效，有生命会带来不同。如果你不是以生命来服事的，是非常僵硬的，走好像一根的方案，行尸走肉的人，没有生命的。好，我们刚刚去，生命就是注重灵命与品格，侍奉是注重的技能 skill 和表现。所以今天不要当注重 skill。今天晚上你注意到我们所有的胖唱，应该是会每一个在台上的人有什么不同？你有注意到吗？你知道？他们都戴一个耳机啊，是吗？叫耳机吗？你知道今天晚上每一个人都戴耳机，你都没有？今天晚上开始了，是吧？第一天。第二次的 啊有人开始的啊，又不在吗？我所以他们开始戴耳机，叫他们听得更清楚。我是靠蒙林在听的，你们是靠耳机听的，所以他们提升了技能，看重技巧技能，一看这个表现。但是记得，单单靠了技巧技能而没有靠着生命的品格是很难的。当然这两者都很重要，有些人真的好，他有恩膏一弹一个，哇，恩膏就来了，哇，神的同在，真的是。我告诉你，一些真的好，因为他不是技巧，不是这个乐器，是他的生命，一弹的时候呢，神的恩膏来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真的要试下吗？我不是躺经的人，没声音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恩膏。我们要服侍不是技巧而已，当然技巧都要提升，但是你服侍跟品格灵命是一起成长。阿们，感谢神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上去，然后呢，生命是什么呢？有生命而没有侍奉，是枯干的生命。如果今天有很多读经祷告啦，多了很多属灵操练啦，当然没有侍奉神，所以你的生命就是一个枯干，没有什么意义，没有价值，因为没有祝福别人。所以今天不要这种人，一些就是我是当装进读经祷告，装进亲近神敬拜神，在家里面做很多东西，但从来不谈服侍的，跟人未跟人来往的，那是不正常。一些很错误的观念呢、啊，说我今天我怕跟人在一起，跟在一起一定有问题。当然有问题了，有的地方一定有问题的嘛。但是从中学习成长，就面对他嘛。他就趴在里头祷告，这样生命越来越枯干。相反，侍奉有侍奉又没有生命，有侍奉而没有生命是什么呢？死沉的侍奉是个行尸走肉，行尸什么走肉的侍奉，就是没有什么生命的，很枯干的。你看这个很木材的样子。我的服事带着生命能力恩膏出去了，人一听到你讲道，一听到你说话，一听到你弹琴，一听到你做报告，一听到你的服事，一听到你教导，他领受神的恩典在 在你身上。 OK， 好，这个圣光就不讲了哈。所以今天看侍奉工作有了其他区别，记得这些 PowerPoint 只要今晚上12点之后呢，你就有了，你上网看应该是吗？可以哦，今晚上给吧，给基本上十二点之后，这些 PowerPoint 的网上视频就出现了， PowerPoint 就出现了，你就可接着去拿了，不用拆开多东西它，这是这样子，不然就拍拍下来，不很可爱啊？很多弟兄会拍拍拍，有没有看呐、啊？都没有看呢、啊，是一个系列，我知道我存答案好了，来我看下去。所以侍奉神，我们看啊，是不是靠肉体血气？记得这个非常重要。很多的问题，因为靠肉体血气，靠的跟人不合啦、不好啦，就会碰很多问题。一定会有，但是不要一个问题而停止侍奉神。记得侍奉神不但要单单要满足神的心，而是要学习跟人相处、团队服侍。我们很看重 team player， 教会要看重 team player， 就是一起配的。这个服事不是你一个人的，是我们的，一起说我们的。所以在开会里面实验功课，不要讲你们，你们讲我们，不要讲我，
非常你讲我们就是我们的 VIP 啊，我们 part team player， 每一个人都需要彼此帮助的。然后侍奉神呢，最大的拦阻记得是你自己，你自己的骄傲，自己的错误的观念，你要去处理它。你自己是一个是很大问题，要去处理的。最后总结，把它拍下来，把它抄下来，这个很重要。侍奉神目的是荣神，第一个目的要清楚，目的荣神。如果能服侍不能荣耀神，常康就不要做算了，也不能够荣耀上帝。阿门吗？这一年呢，这个我们林光兴牧师他是负责做戒赌工作，赌博赌，帮助很多戒赌。有一年的这个银鼎那个总裁，就是安格林的儿子，他说呢，我给你们钱开这个什么呢？戒赌中心，给你们支持你们戒赌中心。请问，这个我们的李光兴牧师他会拿吗？一方面戒赌，一方面就要拿钱去戒赌。他说这钱我不拿，也没有意思哦。这边赌博，这边要戒赌，这边赌博，这边戒赌，就当好像没完没了哦。他给了大笔钱给你去再开戒赌中心，帮助了戒赌的人，但是他不要，也没有意思，不能荣耀上帝。多巴别钱也没有用，因为这个不能荣耀上帝，这个钱是不能拿的，他不拿。是银鼎老板他说，我给你钱了，你要不要多钱我给你呢，你是帮助我去戒，帮他戒赌了。这个是智慧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立场。不要以为你们给钱就很高兴，不是，因为是不能要死，不能够荣耀神的。 OK， 好，第二，侍奉的基础，记得基础 the foundation of your ministry or service 就是 character， 你的品格很重要，你的诚实，你的殷勤，你对人的礼貌，这是最基本的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台上做得多好多棒多会表现，如果今天私下生活不会那么的有这表现，品格不好，又说话很粗鲁，又对人没有礼貌，我告诉你呢，你服侍肯定不能讨神讨神讨人喜悦。这品格是最基本的。品格讲什么呢？讲诚实，讲的就是呢你要殷勤，讲到你这人是要做事的正直，不要呢走歪，不要歪曲，要品格。阿们。第四，第三，侍奉的教导是圣经，这回到圣经里面看怎样侍奉神。第四，侍奉的动机是真爱，你是爱神爱人而侍奉神，要 motive， 人看的不是你表现，你的动机是什么。阿们。真的，我们不是为了钱的侍奉神。我这里讲一下比较好的，好让你明白一下。每一次追思礼拜呢，弟兄姐妹是非常慷慨的祝福教会奉献钱，他我也给牧师一些叫做一个意思的祝福，牧师也好，我们也很欢迎，但是绝对不要在众人面前给我钱，我是不会收的。追思礼拜里面呢、婚礼里面我给一红包给你，我试过好多次，你要误解，我牧师要爱钱的，我不会再收这钱。我这个钱不，我不是不要，是你这个场合不吃喝，尤其在坟场给我钱，给我红包，然后再这么吃，这东西给我红包，我很尴尬。虽然钱不是很多啦，可能20块、50块 OK 了哈，但是这个你是能让误解什么呢？误会了。我讲一个真实，我没讲过，我第一次讲。于是在坟场一个姐妹她的家人去世，我就坟场，那么呢我就去的时候呢就帮助她，她爱心说牧师谢谢你帮助我，给一个小小红包给我 OK 了，我就忘记了，然后我忘记了拿我的 handphone 留在那个坟场那个坟墓那边。我回去的时候呢，那个做坟墓的人讲这句话，好，牧师拿钱手机忘记了啦。真的，我那个开始，我说从今开始我不要拿这点钱，这钱不是不圣洁，这钱是令我们感到非常尴尬，非常服侍这种地步，很不快乐，就千万不要在众人面前给我钱。阿们吗？我这些连长明白，哇，才给你啊，我们很尴尬的兄弟姐妹，因为要就是你私下给好还是不给更好，因为上帝是供应我们需要的。阿们嘛，所以因为有些我们华人就是这样子的，我给了你啊，看到我给了你啊，啊，这边给了你啊，给了你啊，给了你啊，啊，这样子，我们也很尴尬，弟兄姐妹。
不用担心，没有给无所谓的、啊、你给是意思我们明白，但是不给无所谓，因为我们就是侍奉神，你不是为了钱侍奉神，你不是为了地位什么，如果你为了钱侍奉神 很可怕的。好，侍奉的本质是为了服务，服务 serving， 所以既然是服务，要把服务事做得更好，更的专业，不要草率，不要随随便便马马虎虎，要做得专业一点。弟兄姐妹，服事做得很专业，不要说我、哦、先到台预备，不是，你就做好准备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今天你看你服事是个服务的话呢，你要做得好，你要专心，你要用心，你要的专业的做事情，就做得很好，不要随随便便的。所以不是要求高，其实 我本身也不是要求很高的人，但是呢，有时我们要把它做对来就好了，服务要服务的最好的。好，我们看看侍奉的主权是顺服，我告诉这个很重要。为什么今天教会的服事遇到很多问题呢？不懂得顺服权柄，不懂得顺服的领导者，不懂得顺服某某人。今天要再次讲一次，当你侍奉的时候呢， 你顺服不是当顺服牧师，很多人是我常常觉得有牧师在我是牧师，如果那个主导那个主任我就不要顺服他，我是做牧师而已。不对，凡是在你之下的，凡在你之上的，你要顺服那个人，你不顺服他就等于不顺服我，听明白没有？如果你不能顺服那招待主任，你就等于不顺服我，你不能 尊敬那敬拜团的主任，你就不能尊敬我的意思，这样子也是我们伟人，所以他们做错东西，就算做不对，那另当而论。但是如果他做得对的话，你不顺服是不对的，要还是谁顺服，就减少很多问题，明白吗？感谢神。好，接下来侍奉神的衡量就是牺牲 sacrifice。因为今早上其实我应该不是在爬山的，因为这个祷告的半夜都很累了，因为已经一点才回到家，五点到六点。要起身去爬山，因为是场团去办了，而且我是他们的顾问，所以本来我没有去的，就是因为有一个弟兄说牧师你要来，好了我来了，现在累得好我就来了，我就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要牺牲的时间，要陪伴他们，陪伴他们，当然也为了健康要去运动一下了哈。所以感谢上帝，要牺牲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服事没有牺牲，人不会负你的。至少听好来，我在晨祷，我在芙蓉，我一定来，我绝对不会 mix 任何的晨跟祷告，即使不是我带领我会来，要牺牲哦，因为你才能让人信服你，人家会顺服你。如果今天你不牺牲，你不付出代价，人怎么会付你呢？对，服事一定要牺牲，时间也好，这些精神也好，体力也好，都要说付出代价的。来看第八个侍奉的特权，就成长。弟兄姐妹，最大的回馈怎么呢？就是你成长，你成熟了，就是我们的喜乐。好，所以成长就是我们特权。如果你服事，你一定会成长的。你会开始跟人团契，跟人一起团，一起配搭团，一起的同心来服事。你服事是不一样的。弟兄姐妹，记得是成长。如果你没有服事，做礼拜，你肯定不会成长的。你要成长，就要服事神，动机要对。最后两个侍奉的能力是圣灵。所以听好来。为什么台湾办这个烈火特会？其实你参加的话，他的机会跟韩国的是几乎是一样的东西，都讲到禁食祷告啦，圣灵充满啦，要做灵的祷告啦，开始呢要开始去那复兴啦，开始过了生活，都是啊大同小异，只是那边就韩国人就是什么呢？华人，这什么就是韩国主导的，对，就是华人主导的，他都一样。没有讲很多技巧，没有讲很多这些特别的事情，他只讲一个动力。今天教的不是没有技巧，不是没有服事，没有后面的动力给你，那个 momentum 那个动力给你，是你继续往前走。我都知道服事很好，我们这个服事很重要，服事是很对的帮助，很非常的重要。但是为什么我没有能够做到？因为没有后面的动力，没有这个能力去做，有心无力啦，力不从心啦，所以做不到呢。在除非你被圣灵充满，你这个动力给你，你就这个真的爱给你，你都往前走，不管人间遇到什么问题，你还有勇往直前，因为有圣灵给我们动力，把掌声给上帝。你需要圣灵，
你需要神的灵充满你，你就有动力往前走。没有圣灵，你无法前走。为什么一个礼拜我们强调祷告圣灵充满你，就是让我们有动力。祷告是动力，爱心是动力，圣灵充满是动力。如果没有动力，你将做不成的。你没有神的同在，没有神的恩膏，你做不到的，没有办法做，因为呢没有动力。今天教会不是缺乏的技巧，教会不是缺乏的设备，教会不是缺乏了很多的资源，不是缺乏人血，不是缺乏人，而缺乏动力。我们需要圣灵动力，我们需要爱的动力，我们需要圣灵给我们的能力，我们就能往前走。虽然今天我没有很多资源，没有很多人血，但是有没有动力，你就往前走了。你知道这几天我在台北，我跟那个阿国四国啊，是阿国，就是陈光道牧师的儿子。我在一起，他请我们吃饭，他已经开始预备了。他说我们毕业后就开教会了，因为开始了动力，因为常在祷告里面预备自己，他有这个充满了这个热情，充满了动力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没有动力，你无法向前走的。即使有很多的好东西，你不想去做，没有胃口；即使有很多山珍海味，你都无法往去吃啊，不想吃，没有胃口，没有动力。所以侍奉也是这样子，侍奉很好啊，祝福人啊，神得荣耀啊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都知道了。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呢？因为有动力。今晚上我们祷告，帮助我们，让每一个人有个动力。不管人有没有做，我照做；没人做，我照做。这是动力，教会需要动力，圣灵充满。所以刚才我们在会心祷告已经说了，我鼓励大家早点来。我们7:12、20，我们开始的祷告，预备教会有个动力。当我们听了，我说这是台北的时候的，哇，我非常惊讶。第一场就会先祷告罢了，还没有敬拜赞美哦。会先祷告，整个气氛就改变了，4000-5000人都进入另外一个属灵的状况。一讲到就很容易，他说，一个那个讲的，第一个讲的说，我从来没看过我讲到一开始那么有恩膏，为什么？因为一开始就神的同在了，不用等到我们敬拜赞美啊，打阴经啊，要给他推动力啊，不用了，已经开始有了。我们盼望一天也发生在我们福隆，我们爱恩堂。我们因为有这个动力，有这个预备了，我们做每件事情就不再一样。需要圣灵作为动力能力的源头。就一个侍奉的模范，谢耶稣。我今天早上你看读经的程，讲到仆人，讲到人子 Son of Man， 也就是说我来是要服侍人，不是要人服侍我，我来是要舍己，要做多人的赎价。马可福音10:45，弟兄姐妹，你看到真的吗？他就是我们榜样，他如何付出，他的服侍就是我们的榜样。Learn from Jesus， 你服侍就不再一样。耶稣服侍不是为了讨人喜欢，而要成全他的旨意，这个天父的旨意。这今天晚上，我们把这十个原则把它记起来，一起叫荣耀神。是奉的目的是荣耀神，侍奉的基础是什么？品格。侍奉的教导是什么？圣经。侍奉的动机是什么？真爱。侍奉的本质就是服务。所以服务要专业，服务要做得非常好。那么呢，服务侍奉的主权是什么？顺服。顺服侍奉的衡量，怎样知道他委身不委身？看他愿不愿牺牲。即使最辛苦的时候，最不想放弃，你做了，那叫牺牲，那叫委身。听好来，侍奉神不是因为你放备你侍奉神 ，not because of convenience， 不是因为你放备才侍奉神。即使不放备，你还是侍奉神，那叫委身，那叫牺牲。他不想做，我要做，那叫牺牲，那叫委身。所以弟兄姐，如果你说有方便的时候，有得空的时候才做，那个不是牺牲，那个是都快没事做还做，不是。你即使很忙的时候，你还是选择做，那是牺牲。人会开始，他会对你另眼相看，因为你这是正付出代价的人。阿们，感谢神。好，侍奉的车前就成长，我们看到每个人都成长。侍奉的能力是圣灵，侍奉的模范是耶稣。阿们。最后我们读个经文，我们就结束。约翰福音10:26，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耶稣说的，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
所以如果今天你服侍上帝，谁尊重你啊？人可能没有看重你，人可能忽略你，人可能没有称赞你，没有感谢你，但不要忘记天父我们的神是看重你的，知道你在服侍他。如果你说你要跟神在一起，跟耶稣在一起，你就要服侍神，服侍神的人就必跟神在一起，学耶稣如何服侍人，你服侍就不再一样。所以我的原则，我第一个原则，学耶稣一样，耶稣一早起来到旷野去祷告，我第二个工作看重晨更祷告，我学耶稣。还记得吗？有一次一个韩国牧师常常很生气，因为韩国教会大多数教会都有晨更祷告，晨更祷告是他们的每一天早上的必须要做的事情。他很生气，到底谁发明晨更祷告，害得我睡不好，每天很早起来祷告，就丢圣经哦，一丢会丢弹回来，看到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呢，耶稣次日起来到旷野去祷告，是耶稣发明的，他就很惭愧，是的错了，他就很错，我要祷告，不是因为人发明，是耶稣的榜样 ，Jesus set the example。如果没有晨更的祷告，你根本没有能力往前走，你走不远的，而且很快放弃的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教会都看重晨更祷告。我们下个月五月份在一帮韩国人来我们教会，他带领我们晨更祷告，就两天而已，在5月28、5月29、30，星期二、星期三会来我们教会，看看他们怎样带领我们晨更祷告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求主帮助我们，如果没有这个生活习惯，没有生活这个属灵操练，你没有动力，我们看重是动力，你要有个动力，你就能够往前走。阿们吧，让我们站起来，我们祷告。让我们祷告说，主啊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始才艺，开始学习服侍神。你要开始成为服侍者，不要单单观望者，已经够，已经时间到了，已经够了。It's time for you to be a server， 就是一个懂得参与服侍的人。不要等人服侍你，是时候你要服侍别人。阿们吗？好，我把双手举起来，跟我这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今天晚上感谢你教导我们如何服侍，我们要起来侍奉，我们起来建造，教导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你拯救了我们，就是一生来侍奉神，以圣洁公义来服侍又真又活的神。求主怜悯我，赦免我的过去。主啊，我承认阿道方面我有很多错误的观念，有时候也很自私，求你怜悯我。今晚上我明白了，侍奉神是个荣耀，是个特权，是我们成长的机会，让我们一起来服侍，服侍这一代的人，像大卫一样服侍那一代的人。求你使用我们，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主啊，我知道靠我自己，我无法做得好，我要靠圣灵，求主给我爱心，怜悯的心去服侍人，这样祷告，乃是奉靠耶稣的名字。阿门！把掌声归耶稣，哈利路亚！让我们来唱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主，哈利路亚！把我们双手举起来，不要祷告，我们要祷告。让耶稣成为我们的榜样，贵重的器皿，你丰富恩惠必充满浇灌，浇灌我们，使我完全，让我们成为神手中的这个器皿，这个宝贝在瓦器里，当作活祭。情意，情心情人，都给你耶稣。你声音活出荣耀，你呼叫勇敢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
主啊，人的声音要停止，唯你的声音永远长存。我们祈求你，当我们离开那个场所，你继续在我们心里面说话，那用那微小的声音向我们诉说你的心意。我们要服侍你，因为我们爱你，没有其他动机。我们服侍你是因为爱灵魂、爱人，是你的教导，要尽心尽意来爱神，岂止爱人如己，是单纯、单纯的信心，单纯的这个心智来服侍，爱神、爱人。主，你教导我们来服侍你，这样感谢祷告，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。阿门。是说我们要行道了，水平城呢，你要把表格行好之后给回我们，你好祷告神，我们就安排我们弟兄姐妹来培训你们来服侍。阿们吗？弟兄姐妹，是时候是服侍神的，是建造教的时候呢。阿们，不要当听到要行道，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。让我们念主祷文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愿主耶稣的恩惠、上帝无限无比的慈爱、一生的感动和团结与我们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愿神祝福你们，平安的三位，星期五祷告会见。阿门。